那一眼看过去就是三国，缅甸，不对，那这个是辽国，缅甸正中间，然后我们现在站的立的这里是泰国。一顶帽子80块而已，还蛮便宜的。是泰铢，所以折合台币差不多70、78吧之类的。这条就是湄公河，我们刚才看的那一条河。这一只50块，我是有点心动啊！卖阿内海啊！蛇形者，蛇形者。哎呦，很烦你。好了没？啊。这里不是越南，所以这野狗可以这样溜达。这个冰棒吃得到果肉，而且你看哦，还有丝，代表真的是完全的用那个水果下去做的。这个是芒果口味的，然后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荔枝吧，荔枝超好吃的，椰子也不错，然后榴莲也不错。